大家，我是川哥，我是财神，没什么食品好的。今天呢，我就来顶替川哥一下哈，我们不要他了哈。回头我让川哥把名字改改哈，改个农民工川少。你们管起个名字啊？叫啥子名字？叫我个人户，还是清楚？要不是时间就到这里哈，那就拜拜。六万六啊，大家记住，走了哈。七十。那是个气势，我都说不出来，就我那路。其实说是，哎呀，我紧张，我说不出来呀。一，啊，我是来做，重新来，再来，我是来录，其实啊，我是录个早餐哈，两个鸡蛋煮起，这里还有藕粉，我就把它冲起，早上就够了哈。很鸡蛋。所以包就够了哈，拿水，哦，水哦，倒进去搅一下，边冲边搅哟，是不是普通话也是怪？搅一下哈，成功的。当当当当，看做好了哈，不当当当当的哈，学不来唱歌哈，那这些不用就会了，不香的，不醒目哎，你们手机闻得到哈，这个啥子，这些的，管哪里，好多脆呀，啊，这个黑的我也不晓得啥子。看看我的两个鸡蛋，哎，这个都是进口物料，当当当当，看不太可以，又当当当的了，又学唱歌了哈，好冷哦。那我录视频嘞，我也不晓得录啥子。再一个，我这人呐，一录视频就都很紧张，话都说不清楚。你叫我那个录是不是？哎，还是刚刚销售。你们大家想看一下是啥子销售？看嘛，我又说不清楚了。我这个呢，喜欢看专业的，还有那个种田的，我觉得都有意思的。不要每次看销售哈。大家都提到农忙季，我可不是农忙季，我也有五险保护，是不是？现在干啥？现在干啥子啊？哇，我长胖了哇！糟了，我刚称了一下，我120多斤了。儿子都说肚子上的肉长多少了？糟了，长肥了，啷个做啊？来，减个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累死了！接着干啥子？我是看小说哟。现在工地上也不要小工，待在家里又没事干。我觉得在工地上还是好些，还可以减肥，还有钱赚。好了，不录了，紧到录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不录了，好，拜拜了。